先开经本，第三页，我们从这个经文开头啊念起啊。倒数第三行，其菩提树高显殊特，金刚为身，琉璃为干，众杂妙宝，亦为枝条，宝叶扶苏，垂荫如云，宝华杂色，分之不隐，复以摩尼而为其果，含会法宴，余华见列。第三段，其树周圆，咸放光明，于光明中与摩尼宝，摩尼宝内游住菩萨，其众如云，俱是出现。昨天讲到这个地方，杂宝枝条，佛在此地教我们如何观察万物，体会六尘说法。说不一定要用言语，任何表示都可以说是说法。在我们人间，我们有意表示的，这个大家很明显的能够领悟，所谓是这个生活当中，特别是在舞台上，讲台也等于舞台啊，眉目可以表情，动作也可以表情，这些有意都属于说法，而无意的那种表法呢，如果我们细心去观察了，同样是很明显的能够领悟。如果领悟到一切植物、一切矿、一切自然现象，中国古书里面记载的所谓上天垂下，这个意思就是说的大自然的现象。聪明的人、有智慧的人，他能够领悟这个里面的道理啊，很深。实在说了，也唯有佛法了，能说得透彻。理是什么呢？因为净虚空变法界是一体。我们自己向内观察了比较难，观察我们的心性，
观察我们极微细的念头，实在是相当不容易。但是我们对外面的观察呢，那就比较容易的多。可是一定要晓得，内外是一如啊，没有两样啊。所以从外面境界能够知道我们起心动念啊，与法是否相应，都能够体会得出来。这个杂宝枝条，一棵树枝条多了，越是大树，枝条越多。用杂宝，这不是一宝，杂宝比喻差别的智慧，在佛家讲厚德智，也叫做全智，全对实说的，厚德对根本说的。厚德智能知一切万事万物，所谓是无所不知啊。他用杂宝来比喻，这是说我们皆能随境生，六根接触外面境界都能够开悟，都能够觉悟，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啊。第四句是讲的这个枝条，宝业佛书垂应如云，条如果要是没有叶，那就变成枯枝，就很不好看。所以枝条的庄严呢，就是绿叶。佛在此地用这个法来表定与慧密切的关系。慧能够帮助定，定啊也能帮助慧。所谓是知自定而生着啊，宝业虽然多，虽然不同，它共同成就这个大树的阴凉。比如百千定门，或者我们讲百千三昧，同归一极。三昧翻作正受，也翻作禅定。为什么说有那么多呢？
禅定跟正受都是说明我们在境界里面能保持着如如不动。这个时候的受是正受。如果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境界，起心动念了，那就不是正受了。你起心动念呢，就落在凡夫的感受了。凡夫的受，佛经里面把它分作五大类：苦乐忧喜舍，五大类。每一类里面无量无边呐。身体有苦受跟乐受，这个心里面有忧受跟喜受，忧喜是心里的，苦乐是身里的。舍呢，舍算不错，身这个时候也没有苦没有乐，心啊也没有忧没有喜，这叫舍受，舍受很好。但是舍受的时间太短了，不能常常保持。如果常常保持，就叫三昧了，那就叫禅定。所以舍受我们凡夫有，三昧正受凡夫没有，这个差别在此地。如果我们一个人对财不贪，财摆在面前不动心，你在财里面得三昧了，得禅定了。可是有一些人呢，不贪财啊，他贪名，他在名里面呢，他三昧就没有了，财里面有三昧。如果也不贪名，那在名里面也得三昧了。由此可知，境界无量无边呢，三昧就无量无边。无论世间法跟出世间法，《金刚经》上说得好啊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。《金刚经》上那个法是佛法，佛法都不贪着，何况世间法呢？那么他的心呢，真正得到极定，所以百千三昧，同归极灭。这种清凉自在，定慧不仅仅是自受用，自受用就好比这个大树，树荫很阴凉啊，也能够庇佑别人，这就是你这个定慧的影响力，就能够普度众生。影响的力有有形的，有无形的，就像水上的波纹一样。我们在一个池子里面，这个池子水是很清很平，我们投一块小石头，它就有一个波浪，慢慢波浪就扩大了，普遍整个池面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我们的影响力决定是跟诸佛如来一样，尽虚空遍法界。可是这种影响力呢，往往我们自己不能够觉察，所以
我们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啊，决定不能说没有因果啊，没有报应呢、啊。你要这样想，就完全错了啊！极其微弱的念头，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发觉到的，诸佛如来都清楚。都能够明了，为什么呢？他们的心清净，感应的力量特别强。我们心不清净，粗心大意，感应的力量很微弱，耳道边敲钟都听不见了。那个灵耳根灵的马路旁边掉一根针他都听清楚。那么这个就是心的清净与否产生这样的一个现象。第五句宝花色彩众多啊，分在这个枝条里面。那么这些花的颜色，在光明照耀之下，显出非常之美观，光照之下呢，投射在地面上呢，有影子，树影呢，这个树影、花影。也很能引起文人的遐思啊！我们一般讲，一般说啊，对文人给他带来的灵感啊，他因这个灵感呢，能够写出很美的诗词歌赋，带给音乐家写出微妙的乐章啊，带给画家啊做出啊这个作画啊，这是我们世间一般人讲的灵感。可是总是不能超越六道轮回。修道的人就不一样。为什么不一样呢？我们在前面讲过，修道的人他的方向，这个角度啊，是正对着真心本性啊，正对着大方法，他领悟的决定不相同。这个是佛家讲的，他看到这些景观啊，领会的帮助他破迷开悟，帮助他明心见性，提高他修正的层次啊，这个不一样啊。那么这些文人，他在这个里面也得到许多灵感，能够成就许许多多的文学作品。世间人欣赏啊，觉得很美啊，可是，在佛法里面呢，
每度动感情啊，换一句话说，都是叫你生烦恼。过去东晋的时代，慧远大师，这是我们中国净土宗啊第一代的祖师，在庐山建东林念佛堂，以虎溪为界，谢灵运居士想参加这个念佛堂，被慧远大师拒绝了。圆公大师为什么要拒绝他？这个人在中国历史上是大文学家，他有许多作品一直传流到现在，四库全书里面有他的作品，就是文人习气太重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他很聪明，有智慧，他那个觉度不是对着大方广，他觉度偏差，偏到感情里面去了。圆公怕他，常常看到这个六尘境界，又写诗，又写词，又写文章，扰乱大众念佛修行，不要他，拒绝他。文人习气太重，这个宝花光影表神通，用我们现在来讲，能力、技能，一定有种种不同的差别，就是不同的才艺。像我们刚才举的例子，我们是以事法来说，对于音乐家，他得到的灵感，他能够谱曲。对于画家，他得到灵感，他能画出一幅名画。诗人，他写得出好的诗句，这就是说明他的能力呀，依他的定力。没有定力，不会有感应，也就是你得不到灵感。可见的灵感，你要得到这个深度，与你的心有密切关系。定心在世间人不讲禅定，专心，专心接近定啊，他心专于一门，往往触目动心呢，他就有灵感产生。事法都要转，何况佛法的修学。所以佛家讲定啊，讲慧啊。都是这一些智光光影呢，现在心地这个阳光照着这个树的影枝条花果之影，在这个地面上比喻六尘落下的影子在我们的心地上，他才能触动，才有感应。所以本经
净行品里面说，若见花开，当愿众生神通等法如花开敷。佛在净行品教给我们如何在日常生活当中修清净心啊。综合全品的义趣，我们如果念念为众生呢，清净心容易成就。反过来，念念为自己，清净心决定不能现前。这个是净行品里面整个的义趣大意。这个花表法表得很多很多，圣光无尽，花开了之后一定会结果，果表受用，表果报，果皆如意。这个是真实的果报，自在如意。他表无边的行海，海比喻广大，比喻这个数量是无尽，菩萨的行门无量无边，六度万恨，那个万不是数字，这个六度是六个纲领，每一个纲领里面这个细行呢都说之不尽啊，无量无边，所以把行比喻作海。菩萨行，菩萨觉悟了，觉悟了的人，他的生活行持一个方向一个目标，趋向于大菩提。这个话我们还得要用白话来讲，只求究竟圆满的智慧，不求其他啊。一个方向一个目标，我们学佛学什么？求什么？求究竟圆满的智慧，那你就对了。如果你要是求世间求福求名求利求长寿求儿女，都错了。那我们要问呢，这个世间人求的这些东西能不能求得到呢？能求得到。你只要懂得这个道理，如理如法的去求，佛事门中有求必应的，哪有求不到的道理？我们读袁了凡居士的家书《了凡四训》，那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。世间像了凡居士这样的人很多，像了凡居士这样的成就的人也很多，不过是没有把它写成书而已，很多啊。那么这种求，这个心呢，依旧是轮回心。你虽然求到了，真实智慧不开啊。三昧正受你不能够获得。
这一生依旧是空过了，非常可惜。所以学佛的人要有智慧，一定要把目标定在无上菩提，也就是一般人讲的成佛。我们学佛要学得跟诸佛如来一模一样，这一生当中决定要成就佛果。成佛难，世出世间一切法里头没有比这个更难。这么难的事情，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能办得成吗？行。华严在幕后，普贤菩萨教给我们，十大愿王导归极乐，劝我们念佛往生净土就成就了。但是要记住前面讲的十大愿王导归极乐，十大愿王我们虽然不能像诸菩萨那一种的修学，最低限度也要有几分相应啊，相似的相应，我们念佛往生才有把握啊！这是这一次在此地跟诸位同修报告《无量寿经》。这一句经文我们特别多说一些，用意呢就在此地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人人有份啊！既然能够到这个讲堂来，就可以证明你善根福德因缘深厚，你跟阿弥陀佛过去生中有深厚的因缘。只要这一生能真正发愿，决定得生。所以这个果一定是菩提涅槃的大果，自力就如同经上讲的含灰，没有发出来，它的光色还没能够发出来。可是那里面呢，确确实实已经在这个地方啊做修养的功夫了，修心养性，养性就是养道啊，怎么个养法呢？一定要把世出世间一切法彻底放下，才能得到感应道交。我们求感应，天天在佛菩萨面前祷告，礼拜供养，能不能得到感应？也可能得一点小啊。为什么小呢？能感的这个力量小，
佛菩萨所应的当然也就不大了。感应道交要用现在数学里的名词，它决定是成正比例的。我们有一分感，佛就有一分应，有两分感，决定就有两分应。怎样才能获得圆满的感应？身心世界一切放下，只有一个心，只有一个愿，为佛法，为一切众生。那像这个清凉大师在这个经里头所说的，为续佛慧命，为普利一切众生，其他的什么念头都没有，这个感应的力量太大太大了，不必求佛，也不必求菩萨，什么都不求啊！为什么？你这个心呢，正是佛心；你这个愿呢，就是佛愿。你的心愿跟佛完全相同，那个感应力量是圆满的。求佛菩萨保佑我可不行了，那我这个这烦恼啊，这是妄想啊，这是分别执着啊。所以纵得到感应呢，那感应很微薄，决定没有为我，为正法久住，为续佛慧命，为利益一切众生。我们只要发这个愿，行愿相似，必定能得到诸佛如来满分的加持，满分的感应。这是身心沾机。外面呢就放光了。接触外面的境界，当然最明显的是接触到一切众生。如果缘没成熟，这个缘是两方面，一个是自己，一个是大众。自己的缘没成熟，自己还没有能够悟入境界，我们讲华严经就是华严境界，没入这个境界，没熟啊。可是我们的确每一天在认真地修学，在充实自己，这就好比古里面的寒灰逐渐的在长成啊。如果已熟，光色发现出来了自己其如境界，智慧也现前，德能也现前了就像那个果成熟一样，可以利益一切众生。
我们看这个果，果成熟之后，果自己没有享受他自己，果都是供给别人享受啊。我们几个人看到花果，有这种感受。花开了，我们可以说，哎，他自己可以欣赏啊，很美啊。果成就了，都被别人吃掉了，他自己没享受啊。成果一定要奉献给大众，奉献给大众是真正的成就啊。因果就不虚啊，果要是自己来享受，给住手，没有那个道理啊。可是世间迷惑的人就很多啊，多生多劫，修集的福报，这一生开花结果了，得了大的财富，得了很高的地位，得大财富，得的大的国位，他能享受多少呢？每一天还是吃三顿饭嘛，顶多吃五顿吧。晚上睡觉还是六尺床嘛，就算他那个床做一丈吧，一丈他身体就那么大吧，他也不能把身体放大跟床一样嘛，他做不到嘛。中国古人讲的，日食三餐，夜眠六尺啊，你还能享受什么？那么累世修集的福报，在这一生当中啊，真的叫空过了啊，无论你用什么样的心机，细细想想，都是给别人给糟蹋掉了。家亲眷属糟蹋掉了，旁边的近人糟蹋掉了，为什么不把这些东西来布施给一切众生，将福报与一切众生共享，你才叫真正有福报，你生生世世永远享不尽的福报。这个要是明白人他才懂得，糊涂人你给他讲他不相信啊。你给他讲的时候，这个人不怀好意要来骗我钱了，你说给他讲真话了，他还说我们去骗他啊，说我们不怀好意了。最可怜的人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得老人痴呆症啊，他有钱，又有地位，又有钱，他一口气不断，躺在床上慢慢享受，一天三班护士来照顾他，往往一躺躺个十几二十年，你一看他花掉多少钱，这个花得很辛苦啊。这种情形，那佛法里头有没有救的？有啊，但是他不相信呐，那是他命里有福报啊，有那么大的福报，佛必须享完他才会走啊，他没享完他不走啊。
如果真正是明白人，他自己能同意驾轻卷说明白，把他这个财富啊拿去布施，去做这些慈善救济的事业，帮助那些苦难的众生，那么他就两个现象：如果他寿命还有，他病就好了；如果他寿命没有了，他很快就离开这个世界，不再受病苦了，都是好事啊。但是我们看到这些现象呢，不好意思说，说的什么？这个和尚不怀好心呢，来骗我们的。我们是真明白，真能够帮助他解决，看到他必须要躺在床上受罪。所以我们明白之后，果决定是给大众享受的，这是真实的果报，这个有意义有价值。在花报里面自己可以欣赏，当然也供给别人欣赏。尤其是菩萨们，菩萨就是觉悟的人啊。学这部大经呢，总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觉悟，人人都做菩萨。菩萨的生活，菩萨的工作，菩萨的处世待人接物，一定要与如相应，与真如自信相应，或者说我们讲的与大方广相应。大方广还难懂，我们再换一句话，与清净平等觉相应，这就行啊。或者我们再落实在思想上，与六度四摄相应，我们所成的得的这个果，就是菩提之果啊，就是佛果啊。所以果跟花建立在一起，这个本经经文里头有说，菩萨妙法术生于止心地，大地生长许许多多的树木，我们心地里面有妙法术，清凉大师为我们说明这个妙法术。信是种，树的种子，桃树，这个桃核种子能长成树吗？这个菩提树种子是什么呢？信心，你看花言一展开，信皆行证，净土三个往生的条件
信愿信，信是种啊，是佛种啊，这个菩提树就是讲的成佛，成佛的种子信心。慈悲是根啊，一个人没有清净信心，没有慈悲心，他怎么会成就？好像这个植物没有种子，没有根啊，再好看也不过像我们现在台上摆的假花假树啊，不是真的啊。虽然有几盆真的，盆栽也长不大了。那几天不照顾，它就枯死了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我们在菩提道上要一帆风顺，要真正有成就，你要有根啊，你要有种子啊。那你没有信心怎么行？没有慈悲怎么行？啊，你看佛法里面常说，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。啊，慈悲是博爱。大慈悲心，清净心里面生出来的，平等心里面生出来的，对一切众生，没有任何条件，不是这个对我有利益，我就喜欢他；那个伤害我，我就不讨厌他，这个不可以啊！啊，恭敬你的。爱护你的，帮助你的，你对他有慈悲心；回报你的，侮辱你的，陷害你的，你对他还是有慈悲心。你这个慈悲才叫有根啊！如果慈悲有分别、有差距，这个慈悲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我们要学如佛一样的大慈悲心，对于九法界众生一律平等，没有差别。这佛在经上我们也看到的，这个举的故事让我们在这个里面领悟啊，平等的境界。施主供养一钵饭，很好的一钵饭，菩萨把它分成两份，一份呢供养佛，一份呢喂狗。我们想到这什么意思？生佛平等，他来做这个样子给我们看啊，对佛的那种恭敬心，对畜生这个恭敬，无二无别。我们在这个境界里的应当如是学，所以慈悲非常非常重要。从慈悲里面生出智慧，智慧以为身，方便为枝干，无度为凡迷，定业神通化，
你看，他叫我们看这个树，这树啊教我们了，树表法了，树就是教我们了。智慧是身体，方便是枝条啊，枝干。这棵树长得非常茂盛，茂盛是讲四上面的五度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，这个五十四表现在日常生活当中。六度的少个般若，般若是身。五度都离不开般若，枝干呢没有离开根本嘛。将这个树身比成般若，枝干比成其他的五度。枝干没有离开树身，将禅定比喻作树叶，将德能比喻作花，将一切智比喻作果。果是一切智，那么这个一切智是厚的智，全智。前面那个树身呢，那叫根本智。般若经上讲的很好啊，般若无智，无所不知，果表无所不知。身表无知，无知是根本知，无所不知是后得知，根本知其作用，无所不知。后面还有两句，最上列为鸟，垂音佛三界。树上有鸟啊，鸟是什么？鸟是最上的，如来果地上的实力啊，圣种特殊的能力。其实那个实也是表法的啊，真正的意思，如来果地上圆满的能力。这个就好比是鸟啊，树荫吹拂起来，庇佑三界。三界是指六道，六道里面一切苦难的众生啊。这个是佛法教化的对象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个佛门里面所讲的种种表法的艺术，确实达到了艺术里面最高的境界，不是祖师随便说的。都由经文做依据啊。那么这些文句在《华严经》第五十九卷，往下了我们都会读到，可见的这个祖师大德给我们讲解经文
不是随随便便自己走出来的，不是的，都由经文做依据。那么再看底下这个第三段，其数周圆，咸放光明，于光明中遇摩尼宝，摩尼宝内游住菩萨，其众如云俱是出现。这个是第三小段，第三小段有三句，说明妙用自在，利益无边呐。第一句，以真实智慧教化一切众生，这个就是佛家常讲啊，放光的意思。佛家迎宾接客，请你到我们这个道场来普照，普照就是放光普照啊，意思就是智慧来开导大众。智慧来开导大众啊，就是放光普照的意思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佛法的修学自始至终啊，目标就是智慧。智从哪里来呢？智从定中来。换一句话说，你心要不清净，要不定，哪来的智慧？再告诉诸位，智慧是本有的，不是学来的。你所学习的东西不是智慧，我们现在一般人讲常识啊，你所学得来的佛学常识，不是真智慧啊。真智慧是从清净心里面生的，清净心就是禅定。禅定两个字的意思，我们一定要搞清楚。什么叫禅呢？外不着相叫禅，内不动心叫定。我们再说的白一点，外面呢不会被外面境界诱惑，这个叫禅。这个外面境界，现在这花花世界，五欲六尘天天在诱惑你，不为他诱惑，不被他诱惑，这是禅啊。内里面不起心动念是定，内心里的不起贪嗔痴慢，这是定。外不着相，内不动心。外不着相，不是对于外面境界相是一无所知，不是的，样样都清楚，样样都明了，那是慧，那是真智慧呀。所以智里面呢，要有禅，要有定，定里面呢，要有智，定慧相知，定慧等学，这是佛法。决定不能够偏在一边。这个第二句里面，于光明中，
玉摩尼宝，这是以智慧的教学，惠于众生真实的利益。这个真实的利益呢，就好比圆明的法宝一样，也是圆满光明啊，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啊。佛法教学没有别的，都是帮助众生的破迷开悟。迷，它的果报是苦啊，悟了啊，这个果报就乐啊，所以利苦得乐了，是从事上说的，从果上讲的；破迷开悟，从因上说的。我们苦，苦从哪里来？苦从迷惑颠倒。乐从哪里来？乐从大彻大悟。所以佛法的教学，真正的目的是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，手段呢，那个果上没有法子，因上就能下手，所以在因上啊教大家破迷开悟，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，我们的思考，我们的言论，我们的造作，才能够与真相相应啊，与事实真相啊。现在这个社会上有个术语，自然生态，有点接近，与自然生态相应啊。实在讲，佛家的术语高明啊，与清净平等觉相应，与大方广相应啊，这样才能够破迷开悟啊。摩尼宝内有诸菩萨其众如云，俱是出现。这一句是讲教学的成果，就像一个老师教一群学生一样，教了一段时期，成绩要拿出来，如果没有成绩那不行啊，一定要拿出成绩出来。这个成绩超凡入圣，你看看，原来是凡夫，现在都变成菩萨了。啊，怎么是变成菩萨呢？原来没有信心呐，没有慈悲心呐，没有智慧呀。现在接受佛陀的教诲了，信心升起来了。慈悲心现前了，智慧也现前了，转凡成圣，这个就是菩萨。所以说菩萨现前，菩萨心清净，远离一切妄想分别执着，他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都放下了，自自然然成就自他二利。佛家常讲自利利他，自行化他，是自自然然的，所以像云出一样，云出周而无心，不是有意
迟早走。那么用一个浅显的话来讲，不是攀缘造的，是随缘成就的。随缘成就，就如云处一样。攀缘是我们有心、有意、有计划，先设计好的，我们应当怎么做，怎么做。那就不相应了。所以诸佛如来说法决定没有先想一想这个法今天要怎么个讲法，没有啊。如果有这个意念，有这么一个准备，他就是攀缘说了。他不是随缘，不是自在说，不是真实智慧的流露。真实智慧没有不是造作的，是自自然然流露的。我们今天智慧没有开呀。讲经之前要做准备。佛与大菩萨讲经之前不要准备的。不但不要准备，连个经文也没有啊。经文怎么来的？释迦牟尼佛讲完之后，人家把它记录下来才变成经文的。不是释迦牟尼佛先写成经文呢，然后再来开讲啊，不是的呀。你一看他多自在啊，所以是自信般若智慧的自然流露。我们听到了非常羡慕啊，光羡慕也没用处啊。希望我们自己也能跟佛菩萨一样。那你一定就要真正去修信种慈悲根，智慧成就智慧至深的，然后自然这个枝叶花果表现在自受用、他受用这当中，生无量真实智慧。这是真理，永远不能改变的原理原则。幕后这一条很要紧，决定不能疏忽。又以如来威神力故，其菩提柱横出妙也，说种种法，无有尽息。这个就是说明我们必须要得佛力加持。前面所讲的，如果就感应这个意思来讲呢，能感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我们要有信心，有慈悲心，有定有慧，念念利益一切众生，就得佛的感应。不必天天在佛菩萨形象面前哀求祷告啊，你保佑我，不必呀。我们能这样做，这是真正在佛前面哀求祷告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
这也正是黄念祖老居士过去讲啊，我们的修学着重在身智，不着重在形式。他为什么说这个话？现在大多数学佛的人都着重在形式，没有实质，所以路走偏差了，得不到真实的受用。如果我们重实质，当然也要重形式，不能说形式我们就不要了，这个不可以的。形式是表法的，由这些形象摆在面前，时时刻刻提醒我们了。我们这堂课上的就有价值。今天讲菩提树这个一段，以后无论在什么地方看到树，你就会想起来。你想那个树，不管长多大，它就长，你就晓得。我要有信心啊，信是种啊，它有根啊，我要有慈悲心啊。这一堂课就没有白上了。你在这个观这个树得受用了，你也能够讲解给别人听，教别人。特别是现代人喜欢这个度假了，观光旅游，都到风景优美的地方去啊。中国观光旅游的资源非常丰富啊，黄山是天下第一山，我没去过，我看过录像带，风景确实是非常美。树木多，你要对那游客介绍这树的种子啊，信心啊，树的根呢，大慈大悲也；树的身呢，般若智慧也；树的枝条啊，表布施啊。这个五度啊，你不是借着这个树，不就是讲经说法了吗？那些观光旅游的人，你看，随机教育，机会教育啊，哪个地方不是道场啊？哪个地方不度众生呢？自己做出好榜样给他看。口里面就流智慧的教光啊！就如同这个大树树荫的阴凉啊，遍覆一切众生啊，加持一切众生，利益一切众生，得真实的利益。他那个观光旅游还学到佛法了。我们要处处布施佛法，得佛力的加持。佛力是我们修学传法的真因缘啊！留是留步的意思啊，我们佛门里面讲流通。这是说法法音普遍的流传。那么在过去，这个音呢，只能够周遍十方，所以古时候重视写作。因为你言教只能令现代人得利益，
如果把它写成书呢，流传于后世，十方三世。现代科学技术发达了，我们的音声光影不但呢同时能够流布十方，也能够啊流传到后世。光影音声都作佛事，要靠佛力加持。不离开诸佛如来教给我们的原理原则，这个就是得佛力加持。如果我们离开佛所讲的原理原则，古德讲的那魔说，那就不是佛说。佛法弘传确实不容易，世间法尚且如是，何况佛法。世间人常讲好事多磨，你要想做一桩好事，障碍重重。世间的好事往往都不容易成就，如果没有智慧，没有定力，有智慧能解决障难，有定力不怕折磨，这个世间事业能成就啊。佛法的大事业更是如此啊！弘法利生这桩事情，莫来干扰啊！我们不能不知道。莫来干扰，我们用什么方法来处理呢？还是遵循佛的教诲，不理他就好。不比跟他就争执啊，这个是真实智慧慈悲的流露。我们一般世间人往往解不到啊。在台湾早年的时候，基督教非常兴旺，对于佛教不仅仅是障难，毁谤、侮辱，种种的破坏。道场讲经的时候，他来干扰，带来一群人大叫大闹，这种事情常常有啊。后来我们佛门里面有一位法师，主云法师，给我也是老朋友，他写了一本小册子，佛教与基督教的比较，写得很好，对基督教很不客气，严厉的批判。哦，这个书流通得很快，没有多久就在台湾流通了，就印了这个世纪版。那个时候我刚刚学佛，
啊，我看到这个东西写的有道理，对这个竹云法师很佩服。啊，那么有一天，我带着这个小册子装在口袋，去见张家大师。啊，张家大师看到我口袋的一本书，他就问我：“哎，你看的什么东西啊？”我就把这个事情向大师报告，大师听了摇头。我说这个是这个是说得很对呀。张家大师笑了笑，举了个比喻。他说基督教啊，像两三岁的小孩啊，佛教是个五六十岁的老先生啊。这个小朋友小拳头打几拳，老先生还真生气给他打一架吗？哎，我听了这个比喻啊，张家大师确实跟别人不一样，不理他就算了吧。如果你要是批判他，两个人程度一般高啊，一个高一个低，打不起来的呀。你说五六十岁的人会跟两三岁小孩打架吗？哪有这个道理？从来没听说过啊！只有什么两三岁跟两三岁才会打架，五六十岁跟五六十岁会吵嘴、会打架的，他一样的嘛！啊，我听了这个事，我才知道这张家大师确实是比人家高一等，没有话说。所以他说这个不必呀，这一笑了之啊。世间人会有聪明人呐、啊，何必跟他计较呢？真是慈悲智慧的流露啊！那我们回过头来看到主云法师年轻啊，就沉不住气了，那比张家大师的功力啊要差好大一截。所以魔往外道来扰乱，不理他就没事。那么他来扰乱，我们更应该要反省。反省，来扰乱必然是业障，自己要没有业障，自己过去生中没有跟这些人结个恶缘，他为什么不扰乱别人要扰乱我呢？所以就应当像这个印光大师一样，印光大师这示现给我们看，年轻的时候功力还不够的时候，也常常被蚊子咬啊，跳蚤也咬他，可是他从来不伤害这些小动物，那咬就随他咬吧，供养他吧。哎，他也是大概也是饿了吧，没地方吃饭了，供养他一顿嘛。印光大师做如是相啊，供养这些小动物跟供养佛没有两样嘛，生佛平等嘛。那么我们在传记里面看到，印光法师70岁以后就再也没有。70岁以后有这么一个现象，这个房间里面有蚊虫，有跳蚤，有这些小动物。他老人家住在这个房间去了，这小动物都搬家了，这签单都搬走了，他不会去干扰他。你看看。
慈悲心能感动这些小动物，他怎么不感动人呢？所以说诚则灵，至诚感通啊。我们上求诸佛菩萨感应，下同样的与一切众生感应道交。无论是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无不是智慧的流露。所以无有尽极，无尽无极，这是讲广度啊，无尽。从空间上讲，从时间上讲，无极，无有间断，则称之为恒啊。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所学习到的，以后在任何地方看到树木花草，就想起世尊在华严经上这一段的教诲，岂不是一切树都在说法吗？那我们这一堂课的这个效应那多么广大了啊！真正是经上所讲的无尽无极啊！我们一生受用了无穷啊！再看下面这一段，第三段宫殿也。经文十句也分作四段，第一段总名分量，如来所处宫殿楼阁广博严厉充遍十方啊，这一句宫殿是居住的地方。古时候接待大众，这个地方呢称之为殿，殿跟堂一样，像我们现在叫客厅啊。这个自己的卧房呢，这叫宫，就是私人居住的地方啊，称为宫。接待大众啊，办公集会的场所就叫殿，叫古时候的称呼。那么现在都把称为堂、讲堂、会堂、会堂，这个是殿的意思。那么自己的住者这就称之为宫。宫殿它这个形象有覆盖，使我们避免日晒雨淋呐。我们造这个房舍，遮蔽烈日，遮蔽风雨，使我们自己身心能够得到安稳。那么这个就是慈悲的意思。这个居住的这个房子表慈悲。
殿堂如来的这个殿堂是讲经说法用的，聚集大众在一起就是讲堂，这个殿就是讲堂。那么在从前帝王时代，这个殿是帝王处理国家大事的一个场所，就是大殿，这个会议厅。从前皇帝每天早晨早朝，早朝是什么意思？就是现在讲的汇报，各个单位今天有些什么事情要处理，都要报告给皇帝听。哪些单位需要别的单位来互相协助的，在这个里面处置。所以说汇报办事的一个场所。那我们群众集会的地方也叫殿堂，但是习惯上我们都称为堂而不称为殿，只有帝王的时候就称为殿，殿跟堂一个意思。佛在此地用殿堂来表圆寂，圆是圆满，你看在这里办事情就办得很圆满了，即是心地清净极灭，不生烦恼不生忧虑，事情都办好了。据这个殿堂代表圆寂，这是表法的意思。楼跟阁是在讲是一样的意思。阁两层以上的就叫阁，所以楼跟阁意思相同。那么在这个楼是决定两层以上的，阁呢形式上可以有两层，实际上未必有两层，在外面它造的是两层，里面是一层，那也叫阁。所以它表的是慈悲跟智慧要合起来用啊。这个两层呢，一个是表慈悲，一个是表智慧，这两个要相辅相成，用智来帮助慈悲，慈悲来帮助智慧，就像楼阁相依一样，叫楼阁上面一层要依底下一层，底下一层要承托上面一层，取这个意思。那么下面这四个字是形容宫殿楼阁的壮丽，广智慧跟慈悲都是广大无边的，充满了法界，随他的心量来扩张啊。我们凡夫心量小，所以慈悲智慧就很小，起心动念想着自己一生自己一个家，所以怎么想问题都解决不了，
现在许许多多国家都有贤明的领导，依旧是不能解决问题。原因在哪里呢？那个过是一个界限，我只想到我们自己国家利益，没有想到别人国家的利益，于是过与过之间利益相冲突，那怎么能解决问题？如果每一个领导人眼光都看到全世界，想到自己国家，也想到全世界一切众生，那这个问题好办了，好解决了。诸佛菩萨的心量，心包太虚，两周杀劫。所以事出事法，无论什么问题，到他这个地方没有不圆满解决的道理。所以把这个殿堂啊比作圆寂，很有道理啊，真的是圆满解决啊，广大无边啊。波是不暇，不这个自下，这是说的内空寂，外无边际，内里面清净寂灭波。广播两个字可以连起来讲，连起来广跟播意思相同，分开来讲广对外，波的内，眼是庄严，庄严是从形象上说的，从四象上说的。我们常讲十法界一真庄严，这个自己住者以及这个殿堂里面种种的装饰，都是属于眼这个庄严这个字的里面。我们现在是讲的这个室内的设计，室内设计在此地就是一个言字。利是讲华美，所以一装这个庄严是十法界通通具足。利的华美呢，法跟义通通具足。幕后这一句充遍十方啊，为什么充遍十方？理性，换一句话说，与性德相应，在我们这个经题上就是大方宝啊。大是自信的本体，方是自信的现象，广是自信的作用，所以这三个字可以说成为体相用。如果用现在哲学里面名词，也能够方符，当然不能像佛家这个意思这么样的深，这么样的广。哲学里面也说宇宙万有的本体，就得本体论。很像他们所说的宇宙万有的本体。这个方呢，现象。
他们也讲本体，也讲现象。种种现象啊，今天科学技术发达到现前这个程度，依旧不能突破时空的维次。换一句话说，不能够离开三度空间的，所能够接触到的，所能够探测到的，今天像外太空探测，甚至于说，在这个地球上，曾经有许多次外太空人呢到这边来访问。就像我们到其他的星球里面探险一样啊，人家有这种科学技术也到这边来探险了，来探测。那么这些外太空人，在佛法里讲他是哪个层次的人，给诸位说，绝对不是天人。为什么呢？天人有神通，不需要飞行的工具，他们还要乘飞行工具到这边。我们看到飞碟，飞碟就是飞行工具啊。不是天神，天神不需要啊。不要说是很高的天呢，四王天都不要啊。那是他们什么人呢？人道啊。不是天道啊，人道比我们这边人聪明，比我们这边科学发达。佛跟我们讲啊，这人道里头啊，福报最大的轮王啊，转轮圣王啊。为什么称他的轮王呢？他有个工具，这是他的宝。是他的宝啊，飞行的工具啊，轮啊，这个轮大概就现在所讲的飞碟，那个飞碟圆的像个轮一样嘛。啊，那么这个东西到这儿来了，这我们想的，这是铁轮王还是铜轮王派来的？派的是来调查的，他是人道，他不是天道。所以有很多人把他们当作天神，那错了，那不是。天神境界比他高，智慧也比他高，神通能力都比他高，不需要用这些工具。所以今天外太空人到我们这，我们晓得他是属于人道。他不是天神。他的科技比我们发达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他还是有贪嗔痴慢，还是有是非人我。那么我们遇到，也得用真诚心来感动啊，希望能和睦相处啊，不要发生了心际的战争。那很可怕的。与性德相应呢，当然是最殊胜的，最圆满的，样样称心，这才能真正解决问题。万一这个地球有一天被我们严重的污染破坏，人类不能在这个地球上生存了，
这一句话是科学家说的，可是我们学佛的人听到不以为然。为什么不以为然？科学家说，如果现在地球这个污染要不能改善，50年之后啊，这个地球上就不适合人类的生存了。不适合什么？不适合我们现在的人。我们现在人要到那个时候受不了，可是那个时候的人能受得了？这个道理不难懂啊。你看我们都市的人，一切都讲求卫生，饮食起居都要讲求卫生，我们在这个里头适应惯了，要到一个乡下地方去，完全没有卫生设备，我们到那里受不了了。人家活在那个地方的人活得很快乐他们什么污水都可以喝，不生病啊。我们一喝马上就生病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到50年之后的人啊，一样活得很快乐。科学家他没有想到这一点，不适合我们现在的人生存，这个话是对的。如果说不适合人类生存，这个话说的有问题。佛跟我们讲，佛的法运呢还有9000年呢，那难道50年之后就断掉了？那哪有这个道理？我们还是相信佛的话，佛的话还是有道理。细细想起来，比科学家讲的高明多了。但是我们对于环境的保护不能不重视，更应当知道环境保护要从内心做起。心净则国土净啊。我们晓得身清净啊，这个心清净，身就清净。身清净呢不容易生病啊。身心清净，世界就清净。这才是环保的根源。根本上来做，我们的环保才能收到圆满的效果。好，今天就讲到这里。